藕包最多最大。邊個藕包最大？其實而家真係阿張，我喺呢個出道，我真係我化妝品我都冇啊！你有冇黐雙眼皮膠紙嗰啲啊？哎呀！之前黐雙眉膠紙咧係最 work 嘅，咁我就我想要一个有，因為在 camp 的相處時間真的多，同埋可能之前可能有其他節目可能去旅行的，其實都冇試過十二個一起去。咁但係今次真係十二個一起，大家就冇話緊局相處一段長時間，咁就會多咗時間去傾偈，多咗時間相處，同埋多時間去了解真係誒、哎，其實你諗緊乜嘢㗎？誒、哎，我覺得好似你諗緊咩，我係唔係啊？咁多咗呢啲溝通，咁所以就慢慢將一陣陣嗰啲牆就搣甩咗咁樣咯。同埋咧，因為係密集式喺入邊一起住啦。我覺得是真係除了拍 item 的時間，係之餘嗰啲空閒時間，大家係傾偈嗰段時間，先係反而最大家更加了解大家。可能有些係個 cam 都冇 take 到，係一啲食完飯大家，哎，不如坐埋邊傾下偈啊，或者係拍完曬嘢翻到宿舍，自己喺間房度傾偈，反而嗰啲時間係令到大家十二個更加相信大家，同埋更加團結咯。我覺得唔可以用心結嚟形容嘅，但係我覺得係純粹相處時間唔夠多，一直以嚟，即係佢啱啱話齋，我哋係好似好少十二個人一齊。咁但係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，就係我哋夜晚我哋踩單車出去啦。Jeremy 係跟埋出嚟啊。咁但係咧，佢可能平時都比較少同我哋玩啦。咁但係我哋喺嗰晚，其實我哋平時都好無聊，我哋喺度扮壞人，跟住就喺度欺負佢，喺度去你嘅單車好靚喎，喂，借個單車踩下。即係可能你唔了解我哋唔相處過，其實可能以為我哋背後傾緊啲乜嘢，但係其實我哋係無聊，實質係咁無聊。但 Jeremy 都可以合群少少嘅嗰下，你有本事爆張相出嚟。唔係嗱，我嚟，因為我哋嗰個單車之旅咧，實在太開心啦。咁我哋就演繹咗一種本土味道好濃郁嘅短劇，咁我影咗一張非常之經典同好有味道嘅相。咁唔知可能我應該冇機會俾大家睇㗎啦，有機會俾大家睇到應該係可能十年之後㗎啦。希望大家等到呢一日啦。即係大家都有曬穩定收入啊，即係啦。我想由创刊开始，31年都坚持感言，开展侦查报道，创全新报道方式。
首创狗仔文化，大爆名人豪门恩仇情秘，无惧黑势力，大揭黑社会秘闻，踢爆政府丑闻，企喺香港人一边。由过去到现在，一周刊从来冇变，我哋都一样坚持敢言。在最坏的时间，我哋承诺会一直在香港人身边，陪你继续讲真话。一周刊31年，和你一路同行。